Tomato。我们有请杰哥玩一场，既然大家都想看的话，那待会我帮你算分。我可以，我可以自己算。你怎么不相信我？我可以自己算，我也可以算啊。而且你这边都没有弄哎、欸，那会怎么样吗？哦。又不是说一定要用，我几乎都用满诶、欸。为什么要？可是这样差很多诶、欸。怎么会？你这样不用很奇怪诶、欸。二三四。那你分数，那你分数不可以比我高。六七。我确认一下这边我要不要加？哦。要加哪个？这个啦，这个，这个。你不要在那边贩卖我。我觉得这很好用诶、欸，我看这个也可以啊、喔。对不对？你看我刚都没有换到这个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换这个啊！你要开始计分了。对，我要算，我要背测了。好，我可以帮你计。可以啦，你刚刚帮我计三次了耶。九分没有分数，在那个 range 以外都没有分数啊！真的哦。对，你的数字一定要在里面，不然是零分。这我刚好三次都有分数哎、欸，我是太厉害了。到底是在厉害什么？妈呀！哦，那我三次都有分数，这超厉害的啊！你到底在骄傲什么？哦，开玩笑，再两分嘛，嗯，再两分，好，我14，好，超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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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应该还有零，两分，走开，超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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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，走开，超过，一定会超过吧？超过，超过。超过，你应该没有其他的了吧？不好说。超过，超过，超啊，多三分。所以再算一次哦，一二三六十十七，十七我拿四分。四分，我拿四分。然后我三个风味都有，所以拿五分。你让我算，你让我算。所以我现在是九分。九分再加三个二一分，为什么是五分？因为三个风哦六分哦哦，原来是我记错了，所以我现在是十分，十分再加三个二一分，所以是十一分。十一分，对我现在十一分，好，我算完了。你要让我算、啊，我十一分。你为什么要让我算？要让我算，我怎么知道怎么算？我一个 turn 就证明比你行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没有一样啦，一样什么？我刚刚又拿11分啊！最后一个回合哦。